咧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啦。咁十年裏面，其實我自己身邊都有好多事，我係有好多嘢改變咗啦。我親人離開呢個世界上啦，有我朋友都有人離開啦，有朋友結婚啦，生小朋友啦，結咗婚再離婚啦，喺十年裏面轉公司啊，去外地發展啊，所以十年其實是一段好長嘅時間。咁但係十年之後，我同 Steffi 嘅感情依然啦，亦都可以同葉念心繼續有個一齊，可以有一個默契，可以繼續拍，呢一啲都係好難得嘅事咯。咁我同 Steffi 咧，其實就我哋兩個其實默契好好嘅，但意見經常不合。可能大家出道差唔多啦，可能我哋兩個私底下嘅關係啦，年紀亦都唔係爭好遠啦，所以我成日覺得即係大家咁高咁大咧，就大家都會有自己嗰一套喺工作上啊，或者喺演藝創作上啊，都會有一套見解。雖然我哋好多時都會意見不合，咁但係又唔會影響到工作嘅，因為中間都會有葉念心喺度去磨合啦。我自己當然是喜意跟不同的導演合作的，但是同一個導演呢，雖然你說港產片可能經常都是葉念心，其實不同的導演有不同 的挑戰的，是一個磨練來的。有些導演可能會不變的，以劇本為主，有些導演可能來到整套整場戲改變了，所以 是很好玩的。